你看我们现在在用娱乐队，你就知道还好吧？御史郎好可怜。哎、欸，对耶，神叫神魔把他把御史郎的技能做那么烂，怪不了别人、啊，去怪神魔吧。六 combo 可以带走吗？哦，智狼，哇，智狼，这伤害有点想哭。智狼出事啦，这伤害有点低，让我来转一下，至少先得再走一次。太好了，两点挂台睡觉，晚安，红哥，晚安。秋人如果常常炫他有30公分，说不定就不是梦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说那个有炫他30公分就不是梦啊？这什么逻辑？哦，完了，是不是要出事了？伤害感觉不够哦。哦不，你的技能要跳吗？香奈乎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停下。哇，出事了！哎呦，好痛哦！哇，为什么？我觉得应该因为是智狼啦，我有吓到那个水珠呀！哇，智狼有戏哦，智狼帅哦，智狼！怎么听起来好像色老头 ？Bug， 没事，不要理我，对不起。我应该再开个香奈乎的，感觉那样子更好输出。嗯，好痒。哎、欸，好痛！到底是痒还是痛呢？我们开个这个。因为他被堵了、哦。好，水珠可以用叠的，所以我可以这样叠。所以哦，哦，我的转珠，我转珠有点东西啊，有细腰色狼，你在说我吗？对方吃毒。好像都吃吧，我看一下，有几关 无法控制啊。那我们先上一下毒，蝴蝶人就是要上毒才会爽。这样好了，可以滴珠。哦，还有种族珠啊，很重要啊，种族珠也可以帮忙。可是好像没办法有种族珠哎、欸，对不对？斜转，这队好像只有三亿有种族猪出来。好，下一关蝴蝶。算了，我探长直接变身好了，我想让探长打活伤害，不然这边好感觉打不太过。哦，自然他的玩法就吃毒，或者靠自狼输出，二选一，自狼输出或吃毒。敌方没办法吃毒，像这个无法控制，就靠自狼靠了，也是一招哈。哦，自狼嗨起来了，还整版人猪猪哎，下回合输出一定爆炸，回过来来得及玩吗？可以啊。你们看我现在用什么队伍，对吧？用的是智狼队，那这个回锅就可以拿了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回锅完也没问题，抽满鬼灭基本上最近应该都能过，毕竟做球。喂，水珠，嘎，差一点。没事，我们先开个龙科吧，绿出五鼠强化珠，等下就可以嗨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边先不要手消星或暗怎么样？哦，好像消到了，没事。开个龙科，绿个猪，五鼠强化盾用这个啊，用这个解。等一下，盘面这么好看，这样好了。哎，我要五个属性呢，好有了，应该有吧？有，有五鼠。好，猪然最底下被转掉也有五鼠。哦，还炸弹！好像没有卵用。好，这个应该可以过了啊，看起来是可以过了。
感谢走路草心龙的75块抖内，我肚脐开完了，刚刚经历了与尿管擦肩而过，尿尿尿不出来要擦尿管，还好尿出来了，然后现在伤口爆痛，神奇的是我现在排行榜，我现在4分半，你看前后也差太多了吧？你怎么最后一段在讲说你在刷排行榜？嗯，祝你早日康复，听起来好痛啊！早点休息。我怎么讲到一半讲言尿管？嗯。按住，这样整个可以吧？欸，有办法上中毒吗？哦，很痛很痛很痛，可以。火弹去遗迹特许刷，对啊，很多很多卡片遗迹特许都有啊，所以没有的人就只是懒惰的借口啊。对，认真一点刷都有啊。哦，智狼，这边智狼直接打就过了。一呆一呆，祝身体健康。累吃什么生计？吃自己生计啊，不然就吃鸟。选一个。哦，那个跳起来了，善意可以开哦。三开有那个人族族很舒服。然后一消好了，六 combo 应该可以吧？应该啦。新揪，我有点怕转不好，现在突然有点怕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 combo 爽啊，应该会过吧。哦，善意就只是转人猪猪出来而已，没什么正常效果，因为最后还是靠探子长在打。哎，真的过来，而且这还可以解双成就，哎，双队长人三个属性，超好打。谁说这个地狱机很难的？